大家好，老铁们，今天这个样品又搞了一天啊，看似如此简单，实则不好搞啊。对于我们这种师傅来说，都那么难印，更别说这些新手了啊。看一下，现在有那么一丢丢像模像样，好了哟，好了哟，好了就好了，再试一个，再试一个。太难了，看我们这整的汗流浃背的，难搞啊！你要是有钱就好了。我也不想睡觉了。不用天天去打板了啊。对呀。哦，你的 K 呀，耶，不行了，也不知道是哪儿出了问题。那个条码也出不来了。现在今天不搞了。不稳。明天换一把长的刷子试一下。明天相信一次 OK 啊，兄弟们加加油，打打气，耶，你是最好的。